中部鄉公所日前举办鄉村總動員草原趴，今年透过闯关巡北活动，甲中部鄉地区的旅游景点，设置是藏宝的地点，让民众到指定的所在来闯关，拍回当地旅游景点的名声。这里的特产哈，从各种水果、蔬菜都有，最重要、最出名的就是哈，我们的燕耳哈，木耳吃哈。人工植物燕窝哈，木耳吃呢，现在我们外销很多到东南亚去哈，清凉解渴哈，比实际的燕窝它是便宜很多，叫做平民燕窝哈。另外咱的咖啡、茶、蔬菜哈，蔬果足侪这些，还有我们的独角仙农场啦、绿营农场啦、峰山果园等等，但是最重要，我们今天的点灯就是从2018台湾灯会在嘉义，就各乡镇的暖身活动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，大家唔通袂记住。2018台湾灯会从2月16到3月11在嘉义。我们2018灯会在嘉义，所以说我咱管政府呢，特别在我们中埔这个地方呢，选择了咱这个这独角仙农场。大家都知道哈，独角仙农场闻名我们全台湾。未来人讲，中埔是一个好地方，中埔民风淳朴，中埔的人呢，拢非常的这个实在。中埔乡是全国欧盟里上大的产地，嘛专门为亲子设计休闲生态园区，嘛有好啉的茶花园区，拢特地游客停留来耍。嘛希望透过这个全部闯关的方式，让更多人看到中埔乡的观光景点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